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医考天天的呀，小铃铛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我的这张地图是一张粉丝制作的新翻开地图，叫做鱼当幸运大冒险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好了，咱们先看一下告示牌上的内容。这个是作者的迷你号32322040470啊。不要在赛道使用神器，然后这边什么武器用在 PVP 的时候用，不要随便乱用哦。喜欢给好评，必须 PVP 要玩。如果想去看摩托，那就坐骑吧。麒麟上天蓄力放手，再点一下空格，可以飞到108000里。做的不好不要喷。然后这边，我那个大叉什么玩意？木驴奶奶，拿到武器不要说出来，还欺负小灵珠吗？呵呵，想多了，小灵珠上吧。木驴小灵，等会儿，原谅篱笆，你干嘛呀？不是原谅，我的计时，你还我计时啊！打一下他就翻滚起来了，哎，这好神奇哦！灵弓木驴，然后等一下，这里有张信纸，这信纸看一下。我看你俩视频我看你视频两年多了，必须把东西测完，算不算铁粉呢？必须把东西算完，算不算铁粉呢？神经病啊！没有不行，威胁你，作者嫌弃小铃铛，不测完你就等着被小灵珠揉捏洗吧。这什么玩意？我已经开始了。好了，自己开吧。哇，他，我打发木鱼老婆，你俩是不是开反了，哥哥？我开到我自己老婆，好大一坨屎掉下去了。鸡粪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小铃铛，鸡粪那能吃吗？星星绝后可香了。等会儿，小铃铛，你过来，看这个。怎么了？飞鱼刀，它叫做飞鱼刀。飞鱼刀，这好看啊！怎么看上去都像一个盾牌，好吧？对呀、啊，不过这样远看的话像拔刀剑。真的，它不会是拔刀剑吧？废了的鱼应该是把拔刀剑吧？然后咱们手中会有一把无名刀木偶统分棍。不能右键，可以合成吗？好像只能左键。用空间宝石可以合成哎，哥哥。哎呦，我又捡到一个老婆。我也捡到一个拔刀剑。这个笨刀。有限手套什么鬼？集齐五颗宝石，可以在背包中合成无限。对不起，哥哥。笨刀。零分顺便吃的鸡屎就乱喷的零分斩。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想请问一下。我的粪刀发挥了作用。你才是一坨粪呐。是我的刀，不是我，是一坨粪。无限手套。火遁龙火之术。不是我这开出来的是有限手套，你那是无限手套。这。大兄弟，大兄弟，你能不能不要乱用东西？我没乱用啊，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飞天了。我是一个乖宝宝，我没有乱用，我是对着原来我对着那一边射了个大洞啊。过分，土遁天降粘土。要不然怪不得我们两个都飞天了呢。还空的吗？这啥玩意？还掉下去了。明刀什么玩意？明刀抽玄鱼。SA 技能是断脑子一热血，鱼鳞射线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鱼鳞射线，鱼鳞射线，这不是跟我的那个拔刀剑里面的专属拔刀剑跟那个专属 SA 技能一毛一样吗？好神奇啊！这什么神？哇，这什么神罗天尊？天锁斩月。我怎么感觉你那边开出来的都是神器啊？我这边。黑崎一护的神器天锁斩月。黑崎一护是谁啊？黑崎一护就是那个死神啊。玩个蛋啊。死神是谁啊？不认识啊，走了。
我还不想死，不想跟他认识。灵魂宝石。等等，上面还有个箱子耶。这是空的吗？好多宝石呀！空间宝石。哎，不是作者，你过分了，哎、你过分了。哥哥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前面，不，有跑酷哟。不是作者，不是作者，你不是说你嫌弃小铃铛吗？嫌弃归嫌弃，但是喜爱还是喜爱的，对。过分，哎，有，这个跑酷，我觉得，等一下，我先上去看一下，上面会有好东西，哥哥。哎呦，下去。不能用小飞鼠、小淘气，不能请表弟，不能跳过，哼！你这是看不起谁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看不起谁？看不起你啊！他不是说我的头像后面有个神器吗？跳不上去，小铃铛吃翔。凭什么我吃呀？我不吃啊！我不吃，对，我不吃。这里肯定有空气方块。哎，哥哥，我要帮你一下吗？晚点。刚刚应该是鼠标准心没对准的原因，对。看着啊，哼，这个方法可是百试不爽的。怕吗？熊吗？一根就怕了。你。哎，我刚刚跳上去了。掉！哎！哥，你就在这里兜圈子吧。哎，没想到吧？怎么了，哥哥？什么玩意？鱼香肉丝。我的妈呀，这鱼香肉丝吃的可真快！你看。你看这个鱼香肉丝，哥哥，我们俩换吧，你把你的宝石给我。还真的是鱼香肉丝，等一下，我这里。是。哎，你呢？哪去了？你在那藏着干什么？听说怎样？哥，你干嘛打我呀？我们俩还没开始 PVP 呢。来，你确定要给我 PVP 吗？我有无限手套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有。不是，这无限手套你把我砸死之后不计评分的好吧？你自己也死了。等一下，你敢不敢让我先点个重生点先？敢。好，来吧，PVP 吧。慢走不送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不是说来 PVP 吗？我又上不去。好歹你也要上来好吧？欺负我们远程武器是不是？可以啊，过来吧。再见。打兄弟，你自己也死了，哈哈哈哈！没有评分，我有评分，气不气？好气哦，但是要保持微笑。你人呢？我呀。你看下面，看下面就能看到我。我们就在下面 PVP 吧，哥哥。哎，我手速比你快，气不气？等会儿，等身上的那个互动消失之后才能 PVP。不能蓄力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，我再试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啊，神罗天真。神罗天真，你人呢？神罗天真，你人呢？
这个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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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看，再看一下这个，他说每个都要试一下。这个废了的木鱼，哎，这废了的木鱼应该是要在这上面杀吧，打死他。哦，这个废了的木鱼好厉害呀！上吧，安心，弄死他。哎，为什么我放不出来嘞？要在方块上面放。这个玩个蛋，玩个蛋又是干什么？哟，玩个蛋可以炸掉的，超级英雄，时间宝石这些没，哎呦，篮球少年，不开心了，你那里为什么有这么多？天锁斩月，哎，慢走不送，天锁斩月，嗯，慢走不送，不是说好的身上的护盾没消失之前不能 PVP 吗？哦，好的，那开始吧。还没消失啊，还没消失啊。你打我一下，我打你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你打我一下好了，我消失。Cursed！ 你不带这样子的。哎，我在这边，你打你刚刚打的是废了的木鱼。哎呦。大本色，你又在哪里、啊？等会，在，我把我的老婆放出来。你居然敢欺负，敢欺负我，欺负我？你问过我的老婆吗？啊？问过了，你老婆不同意，然后我把你老婆也给打了一顿。你能不能别闹？说好的护盾消失之前不能那个。嗯，好的。怎么老是犯规呢？我消失了呀。打死他！你看，你护盾没消失好吗？打死他！这是我怪物蛋打的呀，好气哦，但是要保持微笑。天降粘土，嗯，这个天降粘土好像没这么难用啊。水龙蛋，水龙。我现在护盾消失了。你确定要跟我比手势用这把刀吗？啊？哪把？这把吗？确定吗？嗯，为什么你？三，二，一。我这还有护盾，我护盾30多秒呢，气不气？好气啊！等一下，保持微笑。等一下，我空手打下你就可以了，空手打下你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你手中不能拿着这个刀。我现在没拿。空手打，我们三二一，然后再开始。三二一。二你耍赖皮！哎呦！我是空手打你的，你怎么就死了？你明明是拿着天锁斩月的好吧？这个可以直接打的吗？不是右键的吗？是可以左键的呀。哦，我以为是只能右键的，不是，这只能右键。赖皮，小赖皮。嗯。好了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啊？神龙天阵已经过来了，然后这个锅。哎呦喂！这，你给我过来。但是没什么卵用啊，我还以为是没有啊，你看我吃鱼香肉刺刺的，是可以把你给拉过来，然后这个龙火之术没用啊。哎，好了，哎，这里还有把刀，这是什么刀？好好看哦！哇，这个刀瞬发的，还能飞上天！哇，叫做魔虾斩，虾斩无限龙斩魔神玉，什么鬼东西啊？感觉好厉害哦！再来一次，你看，影分身之术，护盾，攻击力怎么样？哥，我发现我怎么好，真的武器好少呀！影分身之术，哎，你站在那里也可以被我身法打上去的、啊，好气呀！那现在保持微笑。好了，咱们就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